海鲜一小锅熟了，今天咱不吃虾，简单吃一个这个盘它。比如双击呗，满屏的头，叫老只鸡，烤串儿。家庭版水煮鱼教程已发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老铁，熟啦，半斤的大虾子啊。胖子，干杯！那个小迷你，老铁给个双击，
左右给一个吧，谢谢。这是一个死亡辣椒，听他们说吃了会干嘛？吃了会上天，吃了超级辣。我尝一颗，我要是咬了，你就给我双击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牛筋面的炒面，香辣章鱼足，火鸡面，鸡排，鸡排，凉拌螺蛳粉啊，炖的大骨头。好香。